刘备与诸葛亮的三顾茅庐经典三国剧情以歌仔戏的方式呈现，抓住众人目光。唐美云歌仔戏团的新作《卧龙·永远的彼日》跨界邀请国光剧团唐文华饰演刘备，与唐美云饰演的诸葛亮同台飙戏。这次回归了我们传统中大家印象深刻的诸葛亮。其实对我而言要做的功课就是，除了大家印象中的诸葛亮的形象以外，因为剧本重新编写的关系，所以呢重新赋予孔明他另外一个更深层的生命的历练，还有呈现出来的方式，这个是跟我们以前演传统戏比较不一样的地方。拥有享誉盛名的父亲诸葛亮，身为卧龙之子的诸葛瞻又是怎么样的一个心境？戏中从新的视角出发，展现父子难解之情，都能在戏中一一发现。跨界演出的唐文华也表示，最辛苦也最值得回味的是这一个环节。但是呢，当时那个吃螺丝啊，或者是忘了那个一些小地方，唐老师都会很客气的提醒我，你那个地方。哦，那个地方很轻轻的，堂哥，对，堂哥，那个地方要记得要那个是说，要闭口音哦，哈，要记得面带微笑，眼睛但是老师，但是眼睛很有穿透力。由唐美云歌仔戏团演绎的全新视角，打造歌仔戏的三国戏。导演戴军芳透露，细节一路从三顾茅庐、托孤，直到五丈原的经典环节都能看得到。卧龙永远的彼日将在6月底至7月2号演出，经典好戏，民众可要把握时间。人间卫视曾家良、海瑶台北曾报道。